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慈济新闻深度报道，我是黄晨佑。5月12号是佛诞日，是母亲节，也是全球的浴佛大典。在这个时候，除了有庄严的浴佛仪式之外呢，我们更加看到的是环保护身爱地球的主题。在花莲延续了去年的水立方，还有这一次别出心裁所设计的这个样的一个用环保回收物所做出来的动物模型，来因应这一次感恩尊重生命爱和敬无争共福愿的主题。而在桃园中壢，志工也是特别的精心的设计了用环保 DIY 所做成的一些物品，来庄严整个浴佛的道场。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则新闻。在茫茫宝特瓶海中寻宝，挑出适合的宝特瓶，清洗后按颜色分类，裁切出适合的大小，里头放上静思语、糖果，再上下组装，就成了一颗环保水晶苹果。这是慈济中壢园区为了浴佛活动别出心裁的设计，要和民众结好缘。摘下一颗这样子的一个水晶苹果，代表着平安，好祝福他们平安。里面的这个糖，就是希望能够嘴甜甜，心甜甜。让你处处能够都广结好人缘。再把它粘起来。对，我们叶子剪也是平生去剪的嘛。对。剪完之后，你再去焊那个地头嘛。制作过程不仅靠经验，还得处处留意，多多少少都会烫到了。因为我们粘叶子是用烙铁那个嘛，上盖跟下身的这个剪的深度不同，所以上盖比较浅，那下面比较。所以他要就是要自己剪的经验才知道啦。50多位志工团结合作，花了一个星期制作1000多颗的环保水晶苹果。负责号召的慈济志工陈宝娟分享，在制作过程得到的成就感，其实是一场人生体悟。那个成就感，你们觉得人就是这样磨合了，一个跟一个你两个人要合在一起，就是要像这样子不断的一直修剪，一直修剪，修到最后你才能磨合，才能合在一起。真的这样子一个别出心裁的设计，让我们看得都非常感动。所以到今天呢，我们在现场很高兴的邀请到基金会的宗教处环保推展组的组长钟延师兄。钟延师兄早。主持人早，全球的大爱观众朋友大家早。我们同时在现场呢有我们环保志工啊，这个碧霞师姐您好。主持人好，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更在呢，在桃园中壢跟我们连线的，就是这个水晶苹果的主角。我们欢迎宝娟师姐，宝娟师姐您好。嗨，主持人好，以及我们全球大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是看到这个水晶苹果很感动，能不能请宝娟师姐跟我们分享这个水晶苹果的因缘呢？其实这个水晶苹果的因缘呢，是在有一次一个非常无形的一个当中，我看到了，其实原来两个宝特瓶结合起来，它可以是一个苹果的形状。那我就在想，我们常常会用，苹果啊，或是我们的橘子啊，来，送给我们参与活动的会员大德呢，祝福他们平平安安、吉吉祥祥的这样子，大吉大利。那我就在想说，那如果我们来结合环保，用环保做成的水晶苹果来跟我们大德结缘的话，那这样子这一份的祝福意义不变，那进而呢，我们也能够让参与的大德呢感受到，哦，原来这样子的一个不起眼，平常我们随意就丢的一个这样子不起眼的东西，只要经过巧思，其实它也能够做出让我们看得心生欢喜，而且很精致的艺术品。这样子进而以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来推动环保，带动环保，让大家了解到环保的一个重要性。感恩宝娟师姐，那想请教，在制作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困难呢？像我们这个水晶苹果在制作过程里面，首先的一个条件，你必须要不怕脏，因为我们必须要走入我们的环保的宝特瓶堆中去寻找适合的一个宝特瓶，然后进行清洗，结果然后烘干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做一个制作的一个过程。那制作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最难的地方就是你如何让两个宝特瓶能够结合起来。不同的宝特瓶它有不同的一个形状，所以剪裁的位置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要经过一次又一次不断的一个
体会之后呢，才能够了解我们的上盖应该剪到什么地方，下盖应该剪到什么地方，这样两个瓶子才能很快的融合在一起，这样子。呵，感恩宝娟师姐，其实这跟您刚刚分享，这跟人的谋合也有很大的关系哈，这也都有法在里面。那想请教宝娟师姐，您除了这个水晶苹果，应该还有其他的作品，对不对？对，除了我们的水晶苹果结合了我们今年的一个许愿池之外呢，那希望我们呢来参加浴佛的每一位会众呢，都能够到我们的许愿池是许一个心愿，然后呢摘下我们树上的苹果带回家，里面装满的是我们的一个满满的祝福，有上人的一个智慧法语，还有呢我们金色所制造的一个软糖，希望大家呢能够呢口说好话，然后随心满愿，然后幸福满满家庭平平安安的这样子。感恩宝娟师姐。那这一次，那最后想要请教一下您，这一次做水晶苹果，你的心得跟感想跟收获。其实，在过程里面，因为我们今年做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外场设计哈，所以是从大家一个怎么可能我们做不到，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到的这样子一个状况里面，慢慢的，大家一个一个接一个的，慢慢的凝聚起来，那股凝聚的力量，渐渐大家同样的一条心，大家合一起往着同样的一个方向，朝着同样的目标去努力，去让我们的活动能够圆圆满满的完成。这是让我看到上人所说的，有愿就有力，有心就不难，只要我们愿意做，再难的事情我们都能够去完成它。非常感恩宝娟师姐为我们分享，真的是感恩今天特别跟我们连线来分享水晶苹果，感恩您。感恩。的确，就像宝娟师姐刚刚所说的，难行要能行，而且就是希望一切能够圆满，透过和合互协，终究能圆满。而这一次的浴佛呢，在花莲也是非常的别出心裁的设计，我们来看看这则新闻。海洋垃圾啊，造成地球危机啊，所以我们要减速。一只大鲸鱼肚里还藏着塑胶垃圾，大大呼吁民众要减速爱地球。这些动物模型全都是利用环保回收物制作，糊上废纸浆后还得看老天爷的脸色，在潮湿的天气里等待长时间风干后才能上色。我们从1970年到现在，生物多样性已经急剧的减少，我们需要呼吁大家能够，这呼应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就感恩尊重生命爱，要尊重所有的生命，那与我们一起在地球上共生息。三节合一，殊胜的日子里，花莲浴佛大典延续去年的水立方，再加上利用资源回收物品制作而成的北极熊、鲸鱼等模型，来代表全球暖化以及海洋垃圾危机，呼吁大家减速爱地球，响应素食，爱护生命。看到这整个现场，其实是让人非常的感动，而且非常的可爱。你会想到我要怎么去保护这一些动物，所以今天我们在现场呢也请到了中岩师兄啊，跟碧霞师姐。那想请教中岩师兄啊，我们这一次浴佛主题是为什么要把环保融入进来呢？是，这次浴佛的主题呢，我们是感恩尊重生命爱，和敬无争共福缘。那我们在想，五月呢这个值得大家感恩的日子里呢，我们除了感恩母亲，然后感恩其实在也是佛诞日，那浴佛节，所以我们除了感恩母亲之外，我们还要感恩这个佛陀。那最重要的呢，大地也是像我们的母亲一样，所以我们也要感恩大地。其实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次的浴佛，这样感恩的心情之中呢，能够把这样子除了感恩母亲、感恩佛恩、感恩众生恩，还要感恩大地恩，那这样概念融入。那当然众生呢不是只有地球上只有人类，当然我们知道地球上的众生呢各式各样的生物都跟我们一起生活在地球上，我们必须跟这些生物共生息。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好好的把握这个我们生存在大地上地球上这样子的一个有限的资源。那除了保护众生保护地球之外，我们更回馈回来，透过浴佛的典礼，这样子的一个心情，能够让自己的心清身心能够清净，那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次浴佛里头所呈现的一个感觉。那我想，这次的过程呢，除了这样子的一个任务能够达到，也希望能够结合到我们整个这个主轴的和敬无争共福缘。其实整个这次花莲浴佛台的设计，所有的元素，所有不管是这个水立方也好，不管是动物也好，
还包含了地球也好，都是由全省各地的这样的志工菩萨们，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内统一核心协力一起来付出完成的。我想这也做到了我们和敬无争共福缘，大家同心协力一起达成任务的一个使命。所以水立方、地球还有旁边这些动物都是大家一起完成。是，所以我们可以请教一下碧嘉师姐，这个动物在制造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困难度啊，你的想法当初？因为当初刚好我家师兄陈泽林，他负责环保教育这个区块，那刚好他要说在高雄金石堂要做一个那个一只鲸豚，然后那他本来是要做海龟，后来要做，我是说现在台东不是有那个鲸豚吗？那个小物子，那个新闻嘛，那我说那你要配合时事啊，对，那不能只做海龟啊，是，因为我也想本来想当初就是想说，哎、欸，好。那要教育用就必须要肚子要是空的，那肚子空的就一想，我说矿泉水瓶是不是就可以做、那就好，刚好说好吧，那就尝试看看，那尝试也结果效果还不错、然后刚好高雄金石堂布置完了，中原师兄说要两只，那我说哈，我说做一只我很轻松啊，怎么做两只？我觉得蛮吃力的。所以要连夜赶出来、对，那整天就是卧在地上，然后差点站不起来。是，其实可以感受到，为了这个整个浴服的整个庄严，还有这些布置啊，大家都是很用心、很精心的。那听说好像您跟泽林师兄也都是忙到了彻夜在忙这件事情、没有，因为一直在考虑到那个海龟上色的问题，一直是我的问题。我一直在想说，要如何让那个海龟比较讨喜一点？因为总觉得说那个颜色怎么调配，因为那个颜料总是只有那几个颜色啊，总是调不出自己喜欢的颜色。那我就希望说，要自己喜欢，然后也要让大家看了喜欢嘛。对。然后这个才能达到那个效果啊，然后也有那个教育效果，人家吸引人家进来，你才有教育的意义，那个功能出来、所以一直在想说啊，如何上色？就半夜四点，两个人就在床上讨论，啊，怎么画？然后就想，然后就找到灵感了，就干脆一小块一小块这样慢慢画出来，就这样子，然后还终于找到方法了，不然的话真的在那边想半天，一次又一次上错了又重来一次，上错了又重来一次，一直在那边浪费时间了。其实这个整个过程，中原师兄也非常的清楚，因为从一开始的构思到最后的成品，到最后礼拜天总算上场，那能不能请中原师兄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过程？是，这很感恩所有的志工投入付出。那除了碧霞师姐之外呢，我们整个团队呢需要完成水立方的这样子的一个建制，那当然跟去年还有新的做法，就是我们水立方也有水铺留下来，其实这也呈现出来大家一个创意，就是让水立方俨然就像是一个冰山融化的水流到海洋下。那中间我们当然很需要海龟啊、鲸豚啊等等这些动物，那我们也很感恩除了碧霞师姐这么彻夜的这样来制作之外，我们也有很多其实这些动物，其实我们在今年421就是环境世界地球日422那天之前，我们办了一个活动在北区，那有北区的志工，其实他们已经用了这样子环保材料制作的我们的这样的小动物，那我们也就直接来移到这个地方再加工来制作，也很感恩我们整个团队在花莲的职志同仁，那大家呢其实都没有做过怎么样去把它打成纸浆，怎么样加胶，怎么样来做比例，然后一次一次的失败，到最后大家年轻人可能都快放弃了，我们想说不行，我们一定要使命必达，那就是这样糊好以后呢，甚至更来不及干，我们想办法制作一个叫做这个用帐篷做成一个干燥箱，直接这样快速的让来烘干，所以过程中点点滴滴的挑战，大家从不会然后一直学到会，我相信现在大家都每个人都变成高手了。那最重要的其实要带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希望所有的这些装置品、艺术品，当然材质能够环保，最重要的如果已经有曾经做过了，我们能够重复再使用，那也是很环保的一个概念，我们就不需要
即使是重复在使用这些回收物，我们不要再不断的去浪费它，那也是另外一个延续物命的一个概念。所以透过环保的浴佛的概念，把这些所有的想法传递给所有的来浴佛的民众。今天真的很感恩，我们讲到这样子一个从理念又能够实践，然后看到具体的这些动物之后，还可以感受到的确我们要如何能够环保回收，而且是再利用。那其实上人在开示当中也不断的叮咛大家，垃圾的问题是现在全球面临的状况，富有的国家这么多的垃圾又要怎么走，如果我们不好好用心的话，我们不好好的珍惜物命的话，其实只会越来越多。让我们用恭敬的心来聆听这一段上人开示。今年呢，这浴佛看到的都有看到环保回收嘛，宝特瓶干净了以后，瓶瓶绰绰呢，不就是如琉璃一样吗？本来我们这是立体琉璃呀，很干净。啊，也有人呢，宝特瓶啊，用心剪一剪。也可以作为灯座啊，也是很漂亮，也可以呢做成了苹果啊。只要用心一点，这一些呢塑胶也可以教孩子呢如何去用脑，成为艺术品。最好呢就是少用它，让它呢少生产，就不会那么多的垃圾问题，已经造成了许多的大的国家。过去经济没有那么好，接受了国外的垃圾到他们的国家去。现在呢，他们的国家经济已经富有了，现在要拒绝在垃圾进他们的国度。不知道这一些国家的经济好，国度小，这么多的垃圾又要往哪里跑？这一些大国经济已经改善了，他过去收来的这一些不知道要如何处理。好，这都是呢累积来的烦恼，不只是过去累积，未来呢？这样这么多人口，这样的社会经济的发达，要如何呢？不再生产，如何呢？再来处理生产过后的这个抛弃的这些垃圾？所以啊，人世间啊，真的是天天都有矛盾事啊。不过我们人人虔诚的受佛陀的教义，很自然的知福惜福，就是呢不再造那么多的烦恼。这是佛陀的教义啊。总而言之呢，环保菩萨那样的瓶罐呐、经地球，这引领了很多人呐、这种消费人呢，可以省思一下。这就是看到了，这是宝特瓶的两个宝特瓶的底，简单。把它呢汇合起来，就是一颗这个绿苹果，里面呢放了灯，那就是很亮丽的灯座。总是呢很感动啊，只要巧思还要省思。面对现在的垃圾问题，上人跟我们说，还是要回归到源头，亲近在源头，少用、少育、少生产，其实这是最重要的。但我们今天很高兴啊，我们想请教碧霞师姐，那您这样子一个整个过程当中，您的心得跟感受？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觉得一直在想说，
我们环保站其实有很多的资源都可以回收再利用，那所以我在这一方面我一直在跟我家师兄配合的是教育方面，希望说能够带给大家，不是环保不是口号，应该是一种在落实生活当中，所以我就一直说，哎，把周边我们身边的东西，然后我们叫化腐朽为神奇，然后一方面也可以宣导教育环保教育用，然后一方面也自己也可以美化自己的生活，然后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最大的收获就是说，哎，自己不断的边做边学习，也自己也可以说也有一个成长的机会，好，然后我觉得最大最后的感想，我是希望说，哎，我们希望这借由这一次的浴火，然后也可以告诉大家，我们要爱护动物，尊重生命，然后环境保护这个环境，然后真正的落实在生活当中。嗯，感恩碧霞师姐。其实碧霞师姐在社区的这个社教推动，就是在教环保 DIY， 把所有的这些物资资源能够重新的再利用、再善用，这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只是在浴佛节，是每一天。那想要请教中年师兄，您这一次看到这整个过程，你的心得跟感想？是，我想最重要的上人也不断的告诉我们说，推动环保最重要的不是只有知道而已，更是要能够做到。所以不断地告诉我们要共知、共事、共行，唯有不断地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地提醒自己，也提醒大家环保议题的重要，怎么样能够落实在生活中，而不是一天浴佛当天而已，也不过是这个一小天的一个活动，但是最重要的是能够每天将环保的生活落实在自己的生活中，我们才能够看到有可能能够尽大家所有的力量，一起能够让这个地球上面所有的生物，包含我们人类自己，能够与地球共生息。我想这是我们最重要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环保教育的目的。那我们也很感恩佛陀从2500年前来这样一个宇宙大觉者，早就提醒了我们，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坏劫的时代，地球进入坏劫，我们看到不断的天灾，不断的气候变迁造成的这些灾难，这些环境难民，我们何忍这个看到他们受灾，我们而在这样子的一个舒适的国家，没有灾难的地方获得这样良好的生活，然后不去帮助他们呢？所以还是回过头来，除了救灾之外，我们还是要把环保生活落实在生活中。感恩大家，感恩，今天非常感恩邀请到的是中岩师兄还有碧霞师姐来为我们做这么详尽的分享，其实就是这样子，亲近在源头，行菩萨道，帮助该帮助的人，而且能够从我们自身做起，这就是真正我们要做的事情。慈济新闻深度报道，感谢收看，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